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正手中有永远的福气，福福气送给你。那是有人在基督内，伊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了，拢变成新的人。在基督内有全新的生命，有丰盛的恩典，恩典的人生。基草一点路，上帝会照顾，专心挖苦，不免烦恼，天无绝人之路。我是林牧师。今日在咱的录音室内边，有邱阿雪姊妹来接受咱的访谈。邱姊妹平安，平安。是，你是对中国来哈？嗯。在中国的时阵，我相信你的环境、甲你的生命有真大、真大的无相，对不对？对。嗯，拄啊，才伫咧访问的时阵啊，你有讲到讲你自细汉你所徛起迄个所在是真迷信的所在。嗯。我们都是真正也迷信的，真多人拢真正告白哈，啊，什么本拜哈，什么都拜，哇！所以你细汉都是在迄款的环境大汉，就是，所以愈拜愈惊，愈拜无平安咯，无平安哦。啊，你真早就结婚啦？嗯，立几岁咯？二十外岁就结婚哦，真紧的就一个囡仔，啊，一个囡仔。哎，这个囡仔就是你这个今仔日要讲的见证的上要紧的这个一点哈。我过时阵伊就开始，大家好好好好。因着这个囡仔，才等我有法让恁把主耶稣咯。就是就是。因为这囡仔一出世了的满月，又跑出去外口佚佗咯。到来时阵，囡仔就完全改变咯，无相像咯。到下晡五点就哭嚎家。就开始。天更五点，好啊，到天更的五点。哦，伊好，唔是普通的好，是一种也强烈、也强烈的滴滴好，滴滴好，连停都无停咯。是是。所以，这个囡仔忽然间拄到安尼的代志吼，唔知虾米原因啊，做爸母的定着真担心嘛。种种的担心咯，所以。我那未后要招啊，来帮助这囡仔安尼咯。看到囡仔安尼滴好，就去陪伊去找问医生咯。医生对，医生讲什么？医生说是伊检查说无啥物代志咯。伊会怀疑说是唔是假掉咯？假掉，伊就开假药来托伊食咯。食了，但是都是无效咯。无效无效，过身看到无效，阮就去个一拜拜跩阮所拜熟悉的跩偶像咯，去拜，但是囡仔还是无效咯。啊，去受惊。啊，去受惊都是无效咯。受惊嘛，受受的，果是无效。哦，是无效，到五点伊准时固定个效，果是效。所以做爸母真正担心，唔知要安怎好。你拜偌侪神啊？算会着无？侪哦，比如说。观音啊，土地公啊，关帝、关父啊，吃侪神哦，啊，佮吃符水，啉符水啊，啉符水，都是啊，求红平安符啊，开啲干那神灵啊，佮是吃侪，去问到那神就求一包，挂啊侪包，辛苦嘛，挂啥侪包，挂啊侪包。
啊，都、就是无用咯。无好啊，可、就是五点就来就好，好、个天光五点嘛呢。啊啊，所以后来你过去找巫婆。啊，诶，就去找巫婆咯。嗯。伫阮福建人，伊到时候讲是说神家咯，神家是咧为跩拜佛咧解决问题，啊、所谓的说有法人说知啊说，基本伊就讲你讲说是啥物原因咯，嗯、但是原因啊。然后我就找巫婆咯，巫婆就叫我得去得了拜咯。哎，侬讲是祖先的作怪。啊，伊就叫我去得了拜着开支咯，所以祖先来咧发咯。啊，你开偌侪钱啊？对这这代志顶咧。啊，未晓算的。未晓算，因为今仔靠唔是啊。几日是几落个月，有七经过七个月时间，所以我伫七个月来的时间花费真侪钱，搁找真侪神家，每一个神家讲的话都无相像。嗯，有的说是无得鬼，有的说是祖先来发，有的伊无等我答案，只是说你去倒落拜啊，我就去倒落拜，我阿听话，人阿说倒落的神家比较厉害，我就去找倒落神家，但是一七个月内面都是无效咯。所以后来你找到这个神家，这个巫婆，伊讲啊，你就要转道。嗯，这巫婆就说无法能跟你解决掉代志咯，伊说。但是我知道有法能跟你解决咯，你的信用就断刀咯。但是我感觉说信用断刀不是阮容易的咯。信用断刀意思就是改变你的信用。嗯，叫我得改变我的信用咯。嗯，我倒来就跟我的老母讲，但是阮感觉也奇怪，说这个神家为什么叫我信用断刀？伊本身是咧趁一好食，是啊，为什么会叫我信用断刀？对啊。啊，我相信是我的。新啊，林伯亚叔学训教了咯，所以也啊，所以啊，亚叔才会感动，连神才会出啊，讲出这种话咯。因为我的心也刚毅，我未虽然说神才跟我讲，我也阁是无去无消受未信亚叔咯啊，但是经过又过一段时间，我每一日都做梦，梦到阿侪鬼。啊，会摆开哦，咩找你？什么款的鬼计有啊？什么款的鬼会摆开？会无手的，会无目睭的。无手无手。大家都要找我吃。安尼哦。叫我去做拜，叫我做拜，但是我起价那的时阵就阿惊，掉鬼心鬼心挂。然后我就跟我老母讲咯，我老母说，无你就去试看耶稣卖地咯。但是，阮对耶稣，伊就对耶稣真正无印象咯，因为祖先老了就叫我们。拜的嘛，所以感情滴滴啦，有感情啊，咱也要有有下嘛，因为祖先留落来叫咱得拜，咱无可能去到拜耶稣嘛，是啊是啊，所以要听啊祖先留的啊留落来话吼，所以阮就无想要长多，但是看到囡仔啊一个说做爸母的人啊，固定只要说有一位人。啊，当只囡仔好吼，啊，固定啊，爸母会固定会去找的嘛，是啦是啦是啦，所以哩我就去问教会咯，啊，就去问人看到计划新租咯，啊，做手续费啊，看到手续费嘛，啊是着经过什么手续，啊是特别安怎哈，啊，才有法人去新租嘛，嗯，我去问迄个姊妹是做迄个姊妹说唔念，伊说姊妹你啊新租你囡仔固定会得头棒咯，但是我唔相信咯，因为我命的神家转做到几个。神家我都问过了嘛，啊、所以我唔嘛相信咯，所以就抱着一个怀疑的心，甲伊去教会咯，试看卖啦，试看卖得咯。当我入到教会时阵，咱亲像当大脱落的，虽然说也未记得去到教会时阵，咱亲像当大脱落的油咯。你的感觉是，教会亲像。真正亲切的啊，亲切，又感觉说啊和蔼咯，又个啊感觉两个人感觉说啊平安的友咯，平安的感觉哦，啊，无愁，唱歌佫真平安哦，无愁说每一日都伫活伫用个内面的欢乐的内面咯，啊，然后遐滴几月就我的囡仔来祈祷咯，啊，那祈祷的时阵。啊！我要去教会时阵，我无跟我先生讲咯，因为我唔好跟人知，妈都来知，因为假设一位耶稣唔在，到底有办法也无咯。那是真，那是有办法也无。当兄弟姊妹为我的囡仔祈祷的时阵。我就啊平安的倒来了，啊平安倒来到黑暗的时阵，囡仔完全的就啊
无效，无效，完全的一味困到天光、哦、啊！但是阮夫妻啊，已经习惯暗时无困了嘛，对对对，嗯、就感觉是啊，那阮奇怪，我就啊在咧休息，一点钟无效，两点钟无效，困到天光，但是我休息，阮拜不。咱这拜这不拜罪呢？哈、啊，拜完罪呢，安那都袂好。但是看到底下只要只有记得几句话哩、啊，啊，就啊就好个，就好了，就投棒了。但是我也是唔是也相信咯、嗯，因为是感觉说，那我可能只奉奉耶稣的名，今啊就投棒、嗯。哎呀，我都真正阿妈相信咯。但是感谢主咯，经过个安尼主的带领，主的个安尼感动的时阵，所以阮也是。啊，照常去礼拜咯、嗯，因为我小说我也无去礼拜，我惊迄个鬼个来找我钱啊咯，所以我伫啊无、嗯、办法的情况下，我也过来试看耶稣看卖地咯、啊，看到底一位耶稣是到底是怎厉害、嗯、啊，只有凭着红叶名几句话就有法通当囡仔的头棒，所以我就阿欢喜，甲我先生去做礼拜咯。哦，你两个拢有去做礼拜。做礼拜。不过那是伫咧路咧行，人阿问我，你去得咯？我唔好甲人讲说，我咧做礼拜咯，因为我也无伫肯定的情况下，这就也伫怀疑咯，所以唔好甲人讲咯、嗯。所以后来有一项代志是。嗯你家的先生生命上大的改变，嗯、就是你的先生拄到车的。啊，我先生有一暗拄到车的咯，迄只车弄啊偌高高咯，但是我先生从内面喷出来咯，喷、啊、出来。啊，车的内面坐着十外个人咯，啊，大家都受伤也严重咯、嗯，啊，但是我喷个真远个，啊，喷了也远。本阿亨，嗯，真正阿亨得啊，低头卡能袂叮当啦，袂叮当。大家想讲伊死啊，大家都以为说死咯。嗯啊，到啊到，大家就看到伊跳出的是喷出的阮亨，大家就倒来甲阮讲说已经死咯、啊啊。但是我的先生已经过一段时间有伫教会内面看到遐底下只要只是变得祈祷，就我解决阿侪代志，变得祈祷就阮翻转环境，又受教变得祈祷。伊的囡仔可能改变吼、嗯嗯，就伫个头棒，所以伫迄个时阵，倒伫涂骹内袂叮当，但是伊的思想伊知影咯、嗯，啊，伊就说伊阵啊喷出来无死，都固定会破锈咯，对，啊，但是嘛，破锈遐严遐遐厉害哇，飙个遐远去，定着会破锈咯。嗯，但是伊家己心内就无气快，也受快卖地咯，所以就化，伊、啊、就心内就只有啊简单的记得讲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哈、啊啊，就四个字，主啊救我，安尼、啊，嗯，无、啊、几分钟伊全会爬起来咯，哦、啊。爬起来啊！会行咯，会行咯，啊就行登厝，就登来咯。哦，啊，唔过迄个时阵，你大家想讲伊死去啦。啊，迄个时阵，大家都会跟我大家讲咯，说伊死咯。啊，你大家有啥物反应？我大家就会来要来骂我咯，说你信耶稣啊，即害死伊的家咯。啊，伊、哦啊、就讲啊，说我是害伊的家，所以要骂我，要、嗯、要、嗯、来随查问卖，得看到底真还是假咯、嗯。但是感谢主咯。做保守啊，看过啊，等我先生啊，倒、嗯、来咯。嗯、等伊倒来的时阵，我的大家电话也是啊，拍来骂咯。咩来骂你？想讲已经，伊想讲伊是已经死啦。哈、啊，伊、啊、就以为是死了啦。嗯。所以我的大家就骂的时阵，我的先生啊，同款热爱咯、嗯。所以我就讲说，无咯，无压咯、嗯，啊，伊唔相信咯，啊，伊唔相信，然后我的先生就甲伊甲电话甲伊讲咯，啊，讲伊才相信咯，伊才感觉真正意外吼，啊，安怎先生安奈好好的回来啊你吼，啊，就是哦，嗯，后来你的先生讲，迄个车呢，安尼弄个安尼乱糊糊。啊！伊是安怎喷出来？家己本唔知道。啊，伊唔知啊咯，因为伊去看只车的时阵，车哔哔，因为门环在关好好咯，伊无修，未晓修饰，伊用倒落出来咯。就倒出来，拢无人知。无人知咯。啊，其他车内边人，大家拢上去。伊的大家修啊严重哦，严重啊严重。啊，一点伤本无。一点伤都无。哇，哈利路亚！嗯，我也是主给医治，主给保护照顾哈。就是主的神力咯、嗯，所以整起要我跟阮先生就更加爱主咯，相信这位主是存在的咯。嗯、所以整起要我的先生就跟人说，人家问伊说要得了，伊阮就说要做礼拜咯。做礼拜，啊、感谢主，所以恁对着起的两个人赶紧啦，都常常去做礼拜。嗯啊，主做礼拜，心内都欢欢喜，嗯，都平安咯，平安，嗯，是感谢主。就是有代志，就因着祈祷就有法能解决咯，就是当阮感觉说好奇妙的就。啊，你囡仔就卖不够好了吼，完全就逃棒了。啊，对，一只鸟囝变到一个大囡仔了哈。嗯，去啊，终于一号都是袂大咯，去
经过祈祷上帝拯救过后，啊，一直大汉去到学堂来都啊受人欢迎咯，啊，感谢主咯。如果今年几岁啦？今年14岁咯。哇，真读了读了六级咯，啊，感谢主，感谢主咯。是啊，这是真。如果我咧受过，我唔是啊，福分教来信耶稣，我相信我这囡仔无法能救咯。谁是你出谁人会知影，海有多深有多宽，谁是刮风谁是起浪谁人会知影，只有你耶稣我的主啊，你拢知影，心声，你知我的名，你知这世间所有的变化，感谢你的恩典拯救了我，离开黑暗罪恶苦难的生命，感谢你的真理改变了我，平安使我喜乐，丰盛的生命。天有偌高有偌大，啥时落雨啥时日出啥人会知影，海有心有多宽，啥时刮风啥时起浪啥人会知影，只有你耶稣我的主啊，你拢知影，你知我心声，你知我的名，在这世间所有的变化，感谢你的恩典拯救了我，离开黑暗罪恶苦难的生命，感谢你的真理改变了我，使我平安你这大家对这个代志发生了后，有甚物款的改变吗？我大家伊注意我信耶稣，伊就说以后个事业无通食咯，哦、啊，伊就会来骂我咯。但是经过
一摆一摆的信仰，伊就啊袂过来骂咯，但是伊也是无，也是无赞同我咯，啊，无赞同啦，但是无反对啊，啊无反对咯，啊，因为伊家己看到迄个信仰，家己看到这个信仰咯，因为大家修理的人都大家知道说伊是死咯嘛，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伫修理的内边，有影是为主做真好的见证哈，感谢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过这个见证了后，让人看见我们的主是真实的，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对他有一个相信的心，在什么样的危险的情形里面，他都不会救我们。所以刚才我们听见那个见证，叶先生在那样的车的中间有关有主自己的保守，希望他才是去教会几个拜信心也不会坚定，还是经过这个事情了后，在那困难的里面，他说耶稣救我的时候，主啊救我的时候，就看见主自己的手来牵出来，甚至给他一个完全无受伤的身体，这真的是信仰。所以在这边，在你的信仰的里面，你可以经验这个主是一个真和活的主，因为圣经说在人未为，在主凡事都为，所以我靠主，我们就可以过到一个得胜的生活，我靠主，我们就得到主自己来牵扯和保守。你有要相信这个耶稣吗？你若爱，请你对我祈祷。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救主，你也是我生命的主，我的一生你爱来牵扯。主耶稣，我相信你，我求你来我的心内，赦免我的罪，清洗我一切过犯。我也邀请你来我的心中，做我的主，做我的王，让我的生命改变，让我的病痛得到医治，让我的问题得到解决。感谢耶稣，奉耶稣的圣名祈祷，阿们。主祝福你。我爱休憩
山。